安吉、心如、是 Ruby。本周由我们三个为你播报消息报告。弟兄姐妹们，大家今年的奉献目标是否都已经完成了呢？还没完成的弟兄姐妹，赶快把握最后一个月份的机会哦！12月24日是我们最后一个主日，将主日奉献归在2017年。支票奉献的弟兄姐妹，到期日请写在12月26号以前。如果您是用银行转账的弟兄姐妹，请在12月29日之前完成转账。12月30日以后，我们的奉献将会归入到2018年。请大家把握机会来奉献，让我们越奉献越得祝福。接下来是有关于幸福小组的消息，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高雄福气教会的刘进展牧师来到我们的教会，跟我们分享他多年来实行幸福小组的经验以及精神。时间是在12月20日星期三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地点是在天桥教会，费用是100元含晚餐，报名请洽各区牧或杜牧恩干事报名。大家报名全人一致特惠了吗？如果还没有报名，请赶快把握最后一次机会哦。是的，12月23日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的全人一致特惠哦，请大家要把握机会来参加，特别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参加哦。全人一致特惠帮助我们的心得着喜乐，让你们灵得着自由。报名费用是50元含午餐，讲义费用是50元。如果你已经有讲义的，请记得带讲义来哦。报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扫我们微杂志上面的 QR code 进入到我们的报名页面，填完资料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是向各区牧报名，或向黄麒麟干事或杜牧恩干事报名就可以了。接着6点到7点是我们与我们的受洗的新家人共享爱宴的时间，紧接着晚上7点就是我们的圣诞晚会哦。起来，我们的圣诞晚会有欢乐的舞蹈、快乐的敬拜，还有精彩的戏剧以及见证哦。今年的圣诞布置也超有 feel 的哦，欢迎大家一起邀请朋友来拍照、打卡、上传、按赞，一起分享神的爱，一定要参加哦。汉吉，你2018年的第一课最想跟谁一起过呢？当然是跟耶稣基督啊。哇，那告诉你一个好消息，12月31日晚上10点半，我们有跨年祷告会哦。让我们一起用祷告迈向2018。2018启动天国人生特会，台南场已经开始报名了。1月26日起，将有3天的时间，彦信中牧师将在我们当中分享天国人生。我们看信中牧师怎么说。全新启动天国人生课程将带你从天国文化的角度思考信仰的根基及应用，借着这个课程将会帮助新进的弟兄姐妹打好信仰的根基，而对于许多资深的基督徒来说，这个课程将会给你一个全新的视野来检视你的信仰。短短的3年当中，已经累积超过1000人现场得着身体的医治，地方教会都为之振奋。但其实这些都是耶稣在2000年前就教导给我们的天国生活方式。我在这诚挚的邀请众地方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接受全新启动天国人生课程的训练。报名费用是400元，报名请教黄麒麟干事就可以咯。社区金的头刀，社区选的花生是上好的头刀，是最好的花生，是上香，是最香，上好吃的头刀，最好吃的花生，一包卖你170元，一包只要170元。大家聚会刷了，做伙来去门卡口买头刀。聚会结束，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到门口购买我们的花生，一定要来买哦，一定要来买哦。FM89.1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12月17日晚间10点到11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本周我们邀请到吕佩珊姐妹，我们的题目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以上就是本周的消息报告，让我们一起欢迎林宪平牧师。